黄帝内经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木、火、土、金、水五种属性的基本物质生成的。这五种属性又可理解为事物的五种功能作用。五行的运动变化构成了整个物质世界。可以说呢，五行呢，在《黄帝内经》当中，主要就是指五性，就是五种品性、五种性质、五种属性，或者说，这五种属性同时，它就确立了五种分类标准。所以，《黄帝内经》里面有大量的，你比如说，把人分成五脏，有五脏，就是按照五行来的，有五气、五味、五方、五实、五化、五阴。还有天干地支也分成五类，这些等等等等都是受到了那个五行作为一种属性、一种功能属性的那个支配的产物。《黄帝内经》的五行是由东南中西北五方开始的，再由五方到寒暑燥湿风五气，由五气到酸苦甘辛咸五味，由五味到肝心脾肺肾五脏，形成了一个由天地到人体天人合一的五行模型。这就是将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以及人体的各脏腑器官进行五行归类，按各种事物的不同属性做五行相配，清晰地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无所不包的五大系统，并且这五大系统由于其相互联系、相互平衡协调，而被表述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下面是一些我们司空见惯的事物：五果、李、杏、枣、桃、栗；五肉，狗、羊、牛、鸡、猪。这意味着我们平时食用的各类食品均可划分五味，都与我们的五脏密切相关。请注意，甘与酸属五行之木，辛与苦属五行之火，脾与甜属五行之土，肺与心属五行之金，肾与咸属五行之水。天给人吸食五气，地给人饮食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它使人的五色修明，声音响亮。五味入口，藏于肠胃，能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生，精神就充沛。人通过呼吸饮食，不断从大自然中摄取养料，使生命得以维系和延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辛。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肝，肝生脾。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心，心生肺。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大概真理的表述都是最简单的，而最简单的表述往往又是最大气的。《黄帝内经》正是这样。五行，这是一个惊人的天才构思，
黄帝内经进一步将五行与阴阳合参，将五行思想与阴阳思辨融合，显示了我们祖先的大智慧，释放出非凡的理性之光。阴阳五行理论从性结构的角度观察世界，观察人体，有助于辩证地认识自然与人，认识人体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整体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人体与生活环境的和谐统一。这是《黄帝内经》的生命模型。《黄帝内经》的五行理论不仅对以后的中医学乃至对整个中国文化都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以阴阳五行思辨为核心的《黄帝内经》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生命意识和心理构造，特别显著的是辅助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心理特征的形成和巩固，这就是中庸之道。此外，它甚至丰富了我们民族的语言，所以我们今天才拥有了肝胆相照、心心相印、肺腑之言、侠肝义胆等等难以尽数的成语和词汇。五行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生就是相互促进、相互滋生的意思，表述的是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五行相克，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相克就是相互抑制、相互制约的意思，这是事物间的相互作用的表现。一老者64岁，曾在夏天伤于湿气，引发病疾，颤颤巍巍来到名医吴鞠通处求治。诊后，吴医生认为病人所患属木旺克土，即肝气太盛侵害脾胃，使之不能正常运动。脾土受克则泄泻，胃土受克则不食。原来曾经腹胀，现在觉得胸中郁结，舌白滑，乃寒湿病。病人想吃凉酸之物，是物极必反之象。吴医生开出药，2天后去病人家看望，发现病人更想吃凉东西。吴医生考虑，这是湿中生热，故不能单顾一边。上次所投之药，病人服后反觉不快，乃久病体虚，经不起开泄之故。可思凉者火也，得水则停者湿也。于是调整了方子。几天过去了，病人喉干，这一天甚至小便不通。对此吴医生指出，老者左肋不得卧，隔据心头，不得下通于肾，反来硕喉，故易干。就是说，病人体内的阴阳之气不能上下正常运动，阴阳相互联系的平衡状态被打破，火不下，水不能作用火，火反过来影响喉部，导致出现喉发干等症状。于是吴医生再次调整方子，几天后老者病愈。
以说《黄帝内经》就是一种五行的医学，或者说是阴阳五行的医学。它不仅把人的五脏六腑啊，这个配到了五行当中，而且把气味、器官、颜色、形状等等也都配到了这五行当中，用来说明人体是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结构。同时它也用来说明它的人的病理变化。那这五行如果正常了，五脏之间如果正常了，哎，人就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状态。如果反常了，那么人就是病理状态。这个主要是用五行的生克来说明。五行相生和五行相克都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不是病理现象。如果这种正常的相生相克超出了这个正常范围，它太过或者不及，那就是人的病理现象。一位19岁的少年，面白体弱，因为思虑过度，夜里出现梦遗，接着吐血一晚多，于是便开始轻微咳嗽，后来又忽然发热出疹子，疹子好了以后阴囊又开始瘙痒，少年忍不住搓擦，以致发炎出水，等到阴囊好了以后又感风寒，咳嗽不止，咳得两肋疼痛。汪石山诊断，心属火而藏神，肾属水而藏志，二者上下相通。患者思虑过度，造成心神不宁而发梦，志不宁而梦遗。根据五行原理，在正常的生理情况下，肾水上升制约心火，二者协调运动。汪石山指出，这位少年患者因为梦遗的缘故，使得肾水不升，从而心火独亢。与此同时，他引动了肝火，这叫同类相应。如此一来，二火同时上炎，使血从上窍溢出，造成少年吐血。此外，肝脉环绕生殖器，因此肝火侵扰阴囊，令其痛痒肿胀。火克金，所以肺金虚而肝咳。金虚不能克制木，木火旺而伤脾，所以脾虚则恶心食简。内经说，壮火食气，脾肺之气被壮火所侵害，所以困倦不想动作，容易受风寒。此外，人的两肋是阴阳往来的通道，通道为火所阻，气运行不通畅，所以产生疼痛。我们看到汪医生运用五行理论，精彩地分析了患者的病情，可谓辨证准确。五行可以用来说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那么中医运用五行学说，归纳出经过四诊所得到的这种信息，并且对病症进行推断。这个主要是依据黄帝内经的有诸类必行诸外这么一种原则。我们看到周易只论阴阳，而较少涉及五行，尚书则只有五行而不论阴阳。黄帝内经将阴阳五行融为一体，从阴阳五行合参的文化视角，对人类的生命形态做了天才的认定。黄帝内经的这一创举，是我国古代哲学的一次重大飞跃，是人类理性思维的一个重要成果。阴阳五行合参理论，无论从哲学的深度来说，从科学的系统性完整性来说，从医学的理论性和可操作性来说，
都达到了令世人惊叹的水平。我们在十五集中谈到物理学家波尔的一个结论，即古老的东方智慧与现代西方科学之间有着深刻的协调性。那么将现代科学面对《黄帝内经》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仅举一例，现代科学认为客观存在有三种方式，一是物质，二是能量，三是信息。《黄帝内经》认为人的五脏六腑等无疑是物质的，其次气血的运行流转，阴阳二气的升降，五行的相生相克，则表现为能量形态。三，人体内各器官的病变或阴阳变化必定反映在体表，通过诊脉观察脉象的沉浮，通过脸部的气色变化而得知体内病变或健康等等，这便是不折不扣的信息。这是一个五行和谐的生存环境，一个小小的只有490多人的小村落，竟然生活着7位100岁老人，而90至99岁者有12人，80多岁者众多。这种罕见的长寿现象引起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关注。我们走进这个村庄，随之而来的便是生发一种难以言传的体验。我们似在一步一步感悟《黄帝内经》中天时人以五气，地时人以五味的深层含义，一步一步理解我们的生存环境的五行真谛。八盘屯背靠青山，村前汩汩流过的是闻名于世的盘阳河，盘根错节的古树至少目睹了数百年的人间沧桑。山好水好，土地肥沃，加上宜人的四季气候，构成了我们上面所说的五行和谐的生态环境。98户，人口呢？人口有490吧，490人。100到105岁的有7人，90岁到90岁以上的啊，12了，90岁到100岁之间啊，等于12了，到99，那真的，像99，像85岁到89岁呢有8个，那就这就有20位了，加前面有7位，有27位，27岁了，就等于85岁以上的就27人，27人，您今年多大年？我啊。我是40年生，你说现在就是61岁。这位老人名叫韦妈美金，生于光绪23年，即公元1898年，今年整整104岁。当年韦拔群领导广西人民闹革命的时候，他给韦拔群当过通信员，曾冒着生命危险为革命队伍送信。听说那个老奶奶年轻的时候还参加过这里的红军，是不是？哦，对对，红军他是丁奶奶的小时候，带奶奶他长的，就是经常送信给韦拔群那时候，韦拔群去送信那时候。他晚上主要是磨米啊，浇水啊，按照传达什么信息证啊，他就是算声算气，
转山，转那个山就转山。一个世纪过去了，老人始终没有离开他的故乡，没有离开这个养育他并且默默注视他走过一个世纪的故乡。老人的这个选择无疑是正确的，除了情感上的缘故外，这是一个多好的故乡啊，五行平衡了，他的四季五气以及人们平日食用的五味是那样的与本地居民水乳交融。千万不要以为这里过于清淡平和，这份清淡，这份平和是大都市的灯红酒绿所不能相提并论的，尤其是这里的宁静，那更是大都市的喧嚣所无法比拟的。老人像平时一样走出家的后门，来到菜园采摘他喜欢食用的南瓜叶，然后他便倚门而立，似在等待什么人到来。据了解，这个等待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持续了多少年。一位老人蹒跚而来，尽管步履显得苍老，显得颤颤巍巍，但却扎实有力。他叫黄妈友，与韦妈老人同龄，今年104岁。他是韦妈老人最要好的朋友，每天这个时候他都要去好友家聊聊家常，回忆往事，这就造成了韦妈老人每天的等待。两位老人聊着，时而争辩什么，时而又开怀大笑。这是两位世纪老人的谈话。如果我们认为所谈的内容不过是柴米油盐之类，毫无可取之处，那可就大错特错了。理由非常简单，因为这是百岁老人的柴米油盐，是一个五行和谐环境中的衣食住行，长寿的秘密全在他们平淡无奇的家常之中。而这个秘密经《黄帝内经》的阴阳五行阐发，在2500年前就已经明白无误地展示在世人面前了。